各位大家好，今天要来介绍一下 FreeCAD 的下载与安装。那首先我们到搜寻引擎，进入 FreeCAD FRECAD，然后点选官方的网址，进入到欢迎页面，点选 Download。那点选 Download。到 download 页面，再找到那一个档案页面，哦，这个是 release 版，我们今天要下载的是0.17.64的 Windows，我觉得我这边是 Win 10，好，那点选下载，那我这边已经下载完成。下载，那已经减压缩，那减压缩以后直接点那个 BIN，然后直接到打开那一个 FreeCAD，好，那这样就是已经下载及安装完成。那下一次我们再来介绍一下那一个。界面的设定，基本的设定。好，谢谢各位。